早安，隔天早上。哦，现在我没带手表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几点。现在我们来到中寮的海边，还有是我们温豆用心整颗来救棍，请水请火了。那我们现在往海边走，累累的，昨天跟水仙宫跟到快十二点，我去洗个澡，一点多睡下去，现在5:24，我们就在海边看海，啊，这感觉真的很嗨啊！海水之清澈，嗨爆！一大早就有人在玩 SUP， 不早哎。
来敞开一下，来看一下海边这边安不安全。定的蛮不错，有我观察的。哦，他执意的想要下水嘞。Oh!
在。现在，哦，乖，哎，直升机。